他在老家吧，嗯嗯，好多朋友都在跟他保持联络，嗯，比如王希哲。因为现在他好像是只有他比较有名，还在国内。徐文丽走的时候说：“你们再说一下，今天对我是做什么？”他们说拘传，原因没有写，只是写了一个拘传证，就是让他签字。 然后他走以后，他们就抄家。那徐文丽出国吧，那个你们去看看女儿吧。我说那走了就回不。然后希望你丈夫也是。对，他希望也走，而且去了肯定回不来了。嗯。谢婉君就因为申请被拘15天，她太太居然是没有工作，而且还因为她住的是开发区的那个原来的房子，所以这个单位呢就要求他们在11月1号以前离开这个家。 在这之前呢，把他家的水电都停止供应，就家里没有电。他有一个小孩子，才很小的，也就2、3岁吧，那么点一个小男孩，那个退休工资。那徐文丽呢？他没有。他又没有在国外或者在国内有人帮忙？嗯，这个时候刚刚开过人权会议，刚刚签过约，中国政府这么做，我想向世人证明他们是。 那个欺世盗名吧。